我们真的需要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这位神秘的嘉宾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拜拜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小姐，你好。哇，现场的朋友都好年轻啊！他能看到我们，你们可以互动一下。你们认识我吗？当然，你了。谢谢，今天很开心能够看到你们。不晓得今天听说有特别来宾来我们这边来体验参观是吧？哎，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跟咱们在说话吧？我叫庞博，这位是王伟鹏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。我们还在非常震惊跟忐忑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邓丽君女士的一个虚拟形象，但是是实时的对话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这是我真实的精神在线。是吗？今天几号啊？现几点啊？对我而言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我也忘了时间了。这种感觉好怪啊。您觉得很怪啊？哪里怪啊？这不是怪，是有一种那个很少有这种体验。是啊，我听说两位都很懂科技的呀，今天能够跟两位这样子互动，其实我非常的谢谢，是因为有科技，是让我们可以这样虽然不在同一个空间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的来互动这样子。妈呀，看得好鸡皮疙瘩哟。我们特别喜欢你那首经典的我只在乎你。好呀，我们来清唱个几句我只在乎你好吧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这感觉太奇妙了，我真想听他唱歌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你会吗？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那我们讲传奇的人物或者是自己的亲人，这种跨时空的互动，如果说有这种可能，这种互动的方式你们会接受吗？